谁智力到的？他本来不是吗？另外一个是这个。长发。他本来是长发。好吧，是长发吧。啊，很长啊。真的。可是我黄女装面没有。是啊。啊，真的。本来很长啊。我发现女生都这样，有一阵子，然后就想剪短的，然后剪短之后又想留回来。这么长啊！去年看到打球变长。打球这样比较利落。哇，好漂亮，直线。对手会攻啊，他就不好打。我们台湾，我发现校手都是用小，都很早就像以前啊，人家校中带头，所以他就不怕。如果对对对，以
一定要消融代工，人家才会怕你消融。你光消我就接，我放高球你也消啊，你也不攻啊。他也不会打高球。对啊。太糟糕了。好紧张哦。就至少会赢啊，他只是可能也赢得不轻松这样。因为他几乎都没有在攻啊，全部都用消的。一定要会及时。刚赢很多对王干。要放一两个，不是一个。赢很多对王干。同学，不好意思，在录影会不会坐这边一下？谢谢。谢谢你。结束了。台北大学公安。